那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牧马人超牛叉的，现在我们是四门卢比肯，配了原厂33寸的 KO2 轮胎，原来的转弯半径 JK 是没问题的，像这一种转弯是非常简单的，对 JK 两门来讲。那现在大家看看一个四门的卢比肯，它的转弯半径，哦天哪，这个地方能转过来吗？我都没想到这里能转过来。哦，那我们继续画甜甜圈吧，看看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。 哇，大家第一次这样转弯的时候，小车就不用说了，皮卡就不用说了，一般 SUV 也不用说了。哦，我们旁边的火车又来了。牧马人现在四门的 GL 已经做到两门的转弯半径了，这一块对越野的时候会非常非常有帮助，当然平时日常用的时候也会非常帮助。我这样转的好爽，都不想回去了，哈哈哈哈哈哈。Woohoo! Go anywhere, baby!